谁偷偷伸出爱情的肩，让暧昧的我们才靠近一点，能够遇见才有缘分这一天，让美丽的你住在我的心里面，你的影响常常在我脑中闪现，每晚的梦都期待你能出现。 I don't know 你对我是什么样的感觉， But love that's true 我不会敷衍，我请你相信你的苍天不会让你伤心，让你伤心，我请你相信你的苍天一定会让你放心。如果爱真的可以拥有一辈子，那你在我心中肯定占据重要位置。 Next lifetime I will still choose of love 的话，我们一起。我只想要你 love love love， 我只想要你 love love love， 别再试探彼此的心，把爱说出。你别锁定 love love love， 别怀疑恋爱的感觉。Ooh, I love you， 你也真在爱。老板，你看，这是我设计的。金秘书，喂，是金秘书吗？你是为了咖啡豆的事吧？我很期待。你说什么？哎，怎么会这样？你难道不相信我吗？金秘书。金秘书，小海参，你和阿刚还有店长一起把包装好的豆子拿到我们附近周围热闹的商场和街道，免费发给顾客，就当是帮我们咖啡店做宣传了。黄教头，你和高兴拿大一点的袋子，每袋子装2斤咖啡豆，搬到我车上。我现在就去。还愣着干嘛？时间紧迫，赶快干活啊！喂，你好，我是江尚武。因为店里的事情，我想麻烦您一下。您能不能把江氏企业所有供货商的零售牌给我？好的，谢谢。哎，咖啡样品送你们一个啊，尝尝尝尝。你好，这是样品，请您收下尝尝吧。觉得味道不错的话，可以来店里；如果味道不合您胃口，那更是要来了。我们店里还有很多种咖啡，一定有一款适合您。欢迎米上王咖啡，谢谢。欢迎米上王咖啡，谢谢。欢迎米上王咖啡，谢谢。咖啡，咖啡，咖啡，拿着。咖啡，多喝点。嗯，喂，你好。嗯，对的，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哦，不是不是，我们是免费给您品尝，可以吗？你好，我们是王子咖啡店的，这是我们的咖啡豆。你好，我们是王子咖啡店的。你好，我们是王子咖啡店的，这是我们的咖啡豆。够甜蜜，实现你的承诺。Free coffee sample? Okay.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我懂得珍惜明青春的日记，再填满星空的梦境。永远都相信我们是彼此的唯一。Baby, can you see my
总算结束了。哎，你反省了没有？让你认个错就这么难吗？臭丫头，你还挺倔。你知不知道今天大家因为你有多累啊？犯了错你就一点负罪感都没有吗？下次再有这种失误，立刻收一东西走人，知道吗？哎，老板，你别冲动。是我的错。老板，别生动，是我定了。我不记得高鑫跟我说是2斤还是20斤了，但我跟他们说的时候，确确实实就是20斤。对不起，我的责任，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哎，区长啊！天哪，你本来脑子就不灵光，你现在更傻了得。老板，你原谅我吗？如果你还没原谅我的话，原谅了，原谅了。我不担心你的头，我怕咱们后院的墙到时候塌了。不，你这是什么做的呀？啊，感觉刀枪不入的。摆什么谱？说就说，还让我走，说那么大声。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可以在这里工作，大家像兄弟一样在一起，多好啊！可能我从小就没有兄弟姐妹吧，所以特别羡慕。有什么可羡慕的？我快被气死了。我之前也像你一样，常常会有非常委屈的时候。我上高中的时候，隔壁班有个男同学一直喜欢我，暗恋我，每天放学都在门口等着我，然后跟在我后面。当时我特别的讨厌他，但我又不敢出声。后来我们学校的老师都以为我俩早恋了，害得我那年三好学生都没有得到，还被我妈臭骂了一顿。那是因为你漂亮，所以男生都喜欢你。当时我特别的委屈，特别的难过。我从小就很要强，因为我是单亲家庭，从小跟我妈妈一起长大的，所以我特别想让我妈妈以我为自豪，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起我们。所以这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刻。其实我没有想到你会跟我说这么多，因为你那么优秀，长得又好看，我总觉得你们都是高高在上的。你也很漂亮啊。稍等一下。今天真是累屁了。哎，行行行，别弄。准备。啊。今天的事情是不是做错了？交给你的任务，你为什么要让黄教头去做啊？是不是应该谁负责谁就做这个工作啊？那你是不是错了？黄教头也错了，店长也错了，对不对啊？大家都错了，那我说的有错吗？我可以走了吧？哎。
不是，你就不能大声的说老板，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你放心吧。你就不能笑一笑吗？啊？怎么这件事对于你来讲就这么难啊？你就大声的说，你说老板，我以后会更加努力，我会更加。放开我！啊！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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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欺负你！快说快说！快说快说！放开！你自己心情开心就没事了是吗？是啊，差不多得了。我错了吗？最近很累吧？嗯，你去画展吗？那是我的梦想，所以当然不觉得累了。那我呢？你说呢？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Sorry， 怎么不接电话啊？不是，是我隔壁的一个邻居。那这样，我晚点打给你啊。学一个狼叫，他是狗，怎么学狼叫了？可是他上次就叫得很好啊。哦，我刚给你打电话，你没接。找我有事？就是心情不太好，刚好也想拖把。嘴苦啊，喝啤酒都苦。那是因为你心里面有不开心的事情，说吧，怎么了？我就觉得自己受委屈了。嗯，这里面一个是老板，一个是员工。一开始吧，这老板就跟着员工说你有多好多优秀多有责任心怎么怎么样的，后来他又对这个女的说了特别多难听的话。等一下，为了后边听着不那么麻烦啊，我们设定他们是贾先生、乙小姐。嗯，贾先生是老板，乙小姐是员工，对吧？啊，好，那我问你啊，这乙小姐是不是喜欢贾先生呢？这个老板呢？不，是这样。你看，虽然他们是朋友，但毕竟一个是老板。一个是员工，而且是男女，但是永远都不可能成为那种恋爱关系的男女朋友，就是这样，没什么。没什么？那没什么代表什么呀？没什么就是没什么呀。而且，乙小姐已经对某位。哇，今天天上星星好多啊，肯定是前两天下雨，所以今天的星星都出来了。真羡慕你啊，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这样看看星星，看看天空，看看这些美好的景象，然后你就可以像一个可爱的孩子一样快乐起来。这么活着一定特别自由，特别舒服，特别开心，是吧？反正我是做不到。哦，我在夸你。夸我呢？是。干杯。好，干杯。干杯。一看你就不会喝，喝的都流出来了。我就是平时下巴长了个洞呗。下巴上长个洞。吃吧。嗯。拖把爸爸，我到家了。好，那快上去吧。
今天对我来说很难忘。是因为挨了老板的骂？才不是呢，那些不高兴的事儿从来都不会记得。再说了，被骂了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那是因为什么？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被男生送回家。哦，原来是这样。不过说实话啊，做女孩子混成这样有点超。反正就是很开心可以和你成为朋友。我和你在一起，你会让我觉得心里特别温暖。我也是，每次和你聊天我也觉得特别轻松，那些压力啊烦恼啊一下子全都消失了。所以说你也是一位有魔力的朋友。那我先上去了。好，再见。拜拜，做个好梦。拜拜。店里终于有浓缩咖啡机了。哇，这么大的体格啊，这个应该很贵吧？怎么什么东西到你嘴里就变成钱了呢？哎，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知道啊，咖啡机。那它能做什么呀？咖啡。什么咖啡？浓缩。浓缩？店里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废物？百闻不如一见，一切从这个咖啡豆开始。在非洲阳光沐浴下的咖啡豆是怎么来到北京的咖啡店里的？让我们从这颗咖啡豆的视角开始一段旅行吧。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最早在非洲开始被食用的咖啡，跟随牧童的脚步来到了阿拉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诞生了最初的咖啡店。第一杯，请老板品尝。非常感谢。不过我呢，从来不喝咖啡，要不然，给我们店里最能吃的吧。嗯。给我。哦，好苦啊。是啊，无论在哪儿都有这种像小朋友口味的人。二战的时候呢，别看美军士兵们有一身大块头，但是口味却和黄教头一样。他们开始在浓缩咖啡里面兑水稀释之后再喝。这个比较适合。谁知道这个咖啡的名字美式。对，大家现在已经到访过非洲、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还有美国了，那我们这次去欧洲看看。这次我们来到了意大利。意大利是第一个往浓缩咖啡里放牛奶的国家。在萃取的浓缩咖啡里加入牛奶的这种咖啡叫做拿铁咖啡。拿铁在意大利也是常常作为早餐享用的饮品。哇，用奶泡代替牛奶就是卡布奇诺了。上面撒点桂皮粉用来提香，在这里最关键的是调制的时候。
咖啡与奶泡不能混在一起，看起来很柔和，其实里面隐藏着浓缩咖啡的味道，这就是卡布奇诺的魅力所在。也有为不喜欢苦味的人们准备的选择，摩卡咖啡。摩卡融合了巧克力的甜和牛奶的丝滑，还有浓缩咖啡的苦，这款咖啡是喜欢甜味女生最爱的选择。太好喝了，老板，你不尝一尝？啊，此生一大憾事。啊，兔爸爸吧，晚上忙吗？你没忘了吧？我上次说我找到新工作就找你吃饭，和你一起庆祝。啊，好，我晚上见。臭丫头，不好好工作，给谁打电话呢？员工也有休息时间，那劳动法里面都写了。那我是你的老板，我当然要关心一下员工。晚上约谁吃饭啊？有情况啊，笑得很开心嘛。我为什么告诉你啊？契约里又没写我不能跟朋友吃饭。嘿，你个臭丫头，越来越无法无天了。我跟你说，这个季节吃烤肉最爽了。我是不是吃相特别难看？没有，看你吃东西特香，但是女孩子他很少这么吃肉啊。可是不吃肉哪有力气干活呀。也是，来干一个。干杯。干杯。啊，好舒服啊，好久没有这么畅快的喝酒了。对了，跟我说说吧，你在哪儿工作啊？今天不会还保密吧？我在王子咖啡店，不过我就是一个打杂的。王子咖啡店啊，那这个老板怎么样？你跟他相处的好吗？我们老板啊，不怎么样，人又凶又小气还霸道。不过我挺喜欢那个店的，因为在那个店我可以学到做咖啡的技能。只不过。不过什么？不过有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什么事儿啊？这个店名字叫王子咖啡店，但是这个店它只招男生。老板虽然收下我了，可我得女扮男装。老板又觉得我不像男人，处处刁难我。最重要的是，我还不能让他生气。那看样子你很看重老板对你的看法了。也不是，我只不过是不想让他失望而已。那你放心吧，我会教你看起来怎么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啊。啊，妈，你怎么在这儿？哎，小伙子真不错。你多大了？做什么工作的？妈妈，那个他只是我的朋友，普通朋友。阿姨你好，我叫秦哲墨。啊，
你好，你好，真是一表人才。普通朋友处久了，不就是老朋友了吗？这老朋友处好了，不就是好朋友了吗？这好朋友处得离不开了，不就是男朋友了吗？阿妈，你快去吃饭吧。啊，没关系啊，如果阿姨不介意的话，可以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哦，啊，不用不用不用，不打扰了。有朋友请我吃饭，哦，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好好吃。高兴，加油。来了，请坐。谢谢。哎，老胡，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家那大丫头开始跟男生约会了。真的？哦，就在楼下，被我撞见了。你说巧不巧？人家看见人家不好意思。我就说嘛，女大十八变，她一定会谈恋爱成家的。你看看你，总是担心她没人要，嫁不出去，现在好了吧？嗯。哎呀，要是真能够那样就好了，我对她死去的老爸也算是有个交代了。但愿他也能够保佑保佑我。当然会了，一定会的。他会保佑所有他爱的人的。你别介意啊，我妈她平时就大大咧咧、咋咋呼呼的，无中生有。没事儿啊，要昂首挺胸。目视前方，眼睛不要只看脚下。啊！男人走路要昂首挺胸。啊！对了，你也可以把胳膊甩起来，想帅的话，把手揣在兜里，就这样。啊，这样。对的。关系好的话，也可以这样。那怎么打招呼啊？打招呼很简单，招招手，握下手。关系特别好的话，也可以撞胸啊，撞肩啊。怎么撞胸啊？撞胸就不太好吧，毕竟你是女孩子。撞肩那倒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就是哇。我知道了，男生就像大猩猩。大猩猩。高兴啊，跟你在一起真的很开心，谢谢你让我这么轻松，这么快乐。朋友不就应该是这样吗？所以啊，希望像你妈妈说的那样，我们可以从新朋友变成老朋友。妈，你还不睡啊？哟，回来了。那个帅小伙是谁呀？谈多久了？妈，那只是朋友，你见太丢人了。那又怎么了？我看我未来的女婿不得多看两眼啊。人家有女朋友。有女朋友？嗯，而且还谈了很多年呢。谈了很多年，那为什么不结婚呢？万一人家是不婚族呢？什么不婚族？谈很多年不结婚，感情一定有问题。哎，或者，妈，人家好着呢。人家好着呢，你跟人家约什么会，谈什么恋爱呀？
那不叫约会，那是吃饭。别强词夺理了，我是你妈我还看不出来，就你那小眼神，满满的都是爱。哎呀妈，反正男未婚女未嫁，是谁的还说不定呢。我对我女儿有信心，加油。不和你说了，我是强了。加油。王子了，加油！老板。老板，你得说几句鼓舞士气的话，比方说大家伙一起好好干，大家伙一起加油。你个死丫头，上班第一天工作服上就有线头，你自己看看。请问江少武是哪位？啊，我们就是。啊，您的花篮请签收一下。啊。谢谢。好了，大家各就各位，准备开业。是，老板，加油！哎，小圆圆，小圆圆，赶紧起来挑衣服化妆。今天你姐的咖啡店开业，一定会来不少人，说不定啊，能碰上个高富帅呢。嗯，妈，我昨天晚上练唱到练到半夜才回来，我能睡吗？哎呀，整天唱歌有什么用呀？我跟你说。你趁着年轻貌美，抓紧机会钓个高富帅才是正道。哎呀，你姐我是攀不上，你要是再不给我争点气，我是靠熬西北风的日子要熬到猴年马月呀！赶紧给我起来，起来！你起不起来？起不起来？给我起来！快点，下床穿衣服，起不起来？起不起来？你怎么又打我了？哎呀，别打我！下床，快点儿！给我换上最漂亮的衣服，快点儿！喝杯咖啡吧。你好，请进入咖啡多多关照。老子咖啡店第一天开业，请多多光临。你好。王子咖啡店第一天开业，谢谢。王子咖啡店第一天开业，咖啡，咖啡，好，谢谢。你好，王子咖啡店。您喝咖啡，谢谢。还免费送咖啡豆呢。好，谢谢。
哎，你别骂我啊，我也是被逼的。宝贝儿，妈给你鼓劲儿来了。妈，走，回家啊！回家吧，没事儿，有我在。哎，又偷懒是吧？我没偷懒。啊，您好，王子咖啡店第一天营业，您试试我们的蛋糕，请多多关照。帅哥，这可是我女儿，她温和善良，你可别欺负她啊。阿姨您好。哪能啊，我对待我们的员工都像亲儿。亲兄弟似的。对吧？那您先聊。真是疯了，不是不让你们来吗？你们怎么还来啊？还穿得像个花灯笼似的。你明白什么呀？这样才能成为全场的焦点。哎，行了行了。明珠，明珠，明珠，只有我才能站在如此高贵的明珠身边，为你遮风挡雨。哎呦，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你进不进去啊？进不进去？我的女神。哎，那人是谁啊？怎么说话奇奇怪怪的？就是一邻居，你知道，我妈高明珠女士的粉丝，的粉丝。哎，行了行了，去吧。说谁呢？你拿走。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喝杯咖啡。请慢用，请慢用。慢用。对不起。这傻大哥怎么在这儿？高兴怎么没跟我说呀？对不起。哎呦，笨死了。弹钢琴的男孩可以这么帅，好帅呀！弹钢琴有什么了不起的？看见肌肉了吗？这才是令人羡慕的猛男。神经病！哎，这咖啡厅好洋气呀！每天在这儿喝个下午茶，才是我应该过的人生。嗯，是。明珠，你来了。想喝什么随便点，我请客。就点你最拿手的。好，我要少糖少奶。听你的。我也要，我要高大上的。抱歉，我不会。请你出门往左走到头，那有一家法国咖啡厅，那儿比较适合你。再见，不送。
你好，给我来两份冰玛奇朵。喂，奶奶，您到门口了？好，好，好，我马上出去接您。哎，好。啊，对不起啊，稍等。黄教头，黄教头来帮我盯一下。真不错啊，奶奶、妈妈、儿子，谢谢你们来给我捧场。恭喜你儿子。哎哎哎，还有爸爸呢。爸，这就对了嘛，当老板就得有点老板的风度。奶奶，您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是200%的自信心和决心啊。放心，带我去参观参观。好，走吧。妈，您进去吧啊，我公司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哎，你等会儿。不管怎么说，儿子开的第一个咖啡厅，人都来了，你总得进去捧捧场啊，支持一下啊。公司里有会，我怎么能不到呢？我总不能为自己家的事儿耽误公司的事儿吧。妈，他如果想走就让他走吧。等一等，来来来来来，一家人嘛，先站在这儿，一起照个相，留个影。快走，哎，快点！看着我那机器啊，一二三，哎，这招还真不错啊！回头我发到我朋友圈里，都给我点赞呢。啊，奶奶。这就是对我们王子咖啡店最好的宣传。哎呦，你还真的有点商业头脑啊。那你就走吧。哎，走，我们进去吧。拜拜。别忘了帮我的眼睛修好。好，妈，你放心吧。哟，要谁呀、啊？谁老在我面前说装修的钱不够，装修的钱不够，装出来的吧？奶奶，那是因为您孙子太给力了，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嗯，装得不错。或许是真没写好的缘。再不敢也只好把等待交碎到心底默念，一定上帝说过又不算，答应此生见的面又一再刁难旁观，我是你的同心圆，为着你安静的宣传，可是我好像从不知局面，还是我多半自相情愿，你的同心圆，等着你痛苦的表演，不是我多愿意藏着爱恋，只是同心圆相伴却没有焦点，到何时去发过的愿，会让我的永黑夜掩盖住孤单不安，但每次话到了嘴边总是转头看着天，把走你双眼深陷，我是你的同心圆，对着你安静的旋转，可是我像重复着局面，还是我多半自相情愿，你的同心圆，当着你痛苦的表演，不是我多想隐藏着爱恋，只是同心圆相伴却没有交